现象品，北方狮子分训菩萨的赞颂。二十众中，佛有菩萨摩诃萨，名狮子分训慧光明，成佛为神，遍观十方而说颂曰。这一段是设计仪啊，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重复读过许多遍，成佛为神，遍观十方，这个意思非常的深广。前天我在昆士兰大学与校长以及八九位的资深教授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谈到古籍学术界里面，911事件之后，他们有很深刻的反省，觉得像过去冷战啊，从事于情报间谍战，感觉到不能解决世界问题，越战啊，像现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用兵，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于是考虑到啊，能不能另外开辟一个途径，用和平的方法啊，那么能解决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争端。我们读这两句经文就有很深很深的感触了。如果我们都能懂得成佛为神，遍观十方啊，这世界就没事啊，天下就太平了。我在这个座谈会里面跟这些教授们报告啊，世人渴望着祈求和平，几千年几万年一直到今天，和平安定好像去我们越来越远了。什么原因呢？
大家把古圣先贤的教诲忘掉了啊！你看看诸佛菩萨说话，称佛为神呢，就是不忘古圣先贤的教诲。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先想想，佛菩萨是怎么教我的？孔老夫子是怎么教我们的？所有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我们这个念头能不能起？我们这个话该不该说？这叫做佛力加持啊！这叫做成佛为神啊！我们今天没有成佛为神呢，是完全自己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所以想什么样的方法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把问题是越搞越复杂，越搞越没有方法解决。遍观十方啊，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呢，常常要想到十方一切众生，而不是只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不是只为自己的利益，要想到十方大众的利益，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我告诉大家了，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讲那些话都是真理呀，我也特别列举英国汤恩比博士的一句话，他说在近代2000多年之中，全世界统一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的经验足以做全世界人的模范榜样，他是从汉朝建国一直到今天，中国虽然有改朝换代，但是始终维持了统一的局面，2000多年不衰呀！汤恩比看到了，中国统一的原因是什么呢？欧洲
罗马帝国统治将近1000年，罗马灭了之后，欧洲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局面了。中国能够维系2000多年的统一，靠什么？靠教育啊！汉武帝遵循儒家教育的理念，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他懂得这个话的意思啊，用什么来统一国家呢？教育啊，这一句话固然是对于君王来说的，但是它能够涵盖整个社会啊，家庭要幸福，要和睦，要兴旺，靠什么？也是这两句话，教学为先。家庭幸福啊，教学为先；家庭兴旺啊，教学为先。你只要把你的后代教好，哪有不幸福不兴旺的道理呢？所以教学为先这一句话了，大可以作为一个国家，乃至于推广整个世界啊，我们把教育办好，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办什么教育呢？圣贤人的教育。只有圣贤教育才能收到效果啊。为什么？圣贤人没有私心。圣贤人念念都想着天下一切众生，尤其是苦难众生啊，念念呢以他们的幸福利益为第一个前提啊。不为自己啊，不为家庭啊，也不为我这一个国家了，他之伟大就大在此地啊！他要教化天下一切众生啊！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说明了宇宙人生真相，佛如是啊，如亦如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你看人家心胸多大，真的佛法里面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宇宙人生真相啊，大分为三类。第一，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点佛讲得好，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何等亲密的关系我不能不认真的
为他们服务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未来祝福是师长啊，过去父母是孝亲呐，敬业三福，同一句话。这样的心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怎么会处不好呢？没有敌人呐、中国古圣先贤常说仁者无敌啊，仁慈的人，充满爱心的人，他永远没有冤家对头，没有敌对的人啊，被他的慈悲啊融化了。第二个科目，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里面包括着动物、植物、矿物以及一切自然现象。华严经上说得好，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大乘经论上讲，心物同源，心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精神灵性，物是物质啊，灵性跟物质啊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它的根源是心性。我们不能不晓得，然后才晓得大自然里头所有一切的现象与我也是息息相关的，是我生活的环境啊。我要以真诚亲近平等的爱心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对他们对我们有回报啊。花开得特别美，特别香，美化我们的生活。风调雨顺，万物丰登，来供养人类，人类要爱护它。要跟他们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不能任意破坏。佛在经里面告诉出家的学生，亲近比丘，不踏僧草啊，爱护他。树木有一人高，你要想砍它，去用它，
头一天要去祭祀他了，给他诵经呢，啊，感谢他的供养啊，然后再砍这棵树，这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做法应该的，正确的。第三个项目，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一条就是现在人所讲的，我们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物的关系，不要说我们现在没有往来，实际上也是息息相关，在形式上没有往来，在这个思想波上，我们今天讲电磁波上有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啊。这个是圣贤人教学的内容，能够把这三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处理好了，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灾人祸自然就消失了。人类千万年所希求的和平终于落实。我们看看在大经里面，华藏世界为什么能够维系永久和平，极乐世界何以也能维持永久和平，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典籍，穆斯林的天元，犹太教、基督教的天堂，你去想想，为什么它能够维持永久和平？教育办得好啊，没有别的啊。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在那里教学；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里教学；天元天堂，上帝在那边教学。教得好吗？人人都觉悟了吗？人人都放下自私自利了吗？人人起心动念都知道为一切众生着想，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我读这两句经文呢，感慨万千呐！难得现在有一批觉悟了的这些名教授们，我赞叹他们呢，菩萨再来。要是以一般宗教的赞叹呢，他们是神的使者，
上帝的天使啊，看到这个世间太乱了，圣贤人的教育完全舍弃了，迷于科技，世间教育方向错误了，错在哪里呢？其中有一位美国籍的名教授，他今年还得了两个澳洲最佳教师奖，我说今天西方教育方向的错误啊，是竞争。他点头。小孩从小就叫他竞争。竞争在发展呢，就是斗争呢。斗争在发展，就是战争呢。战争在发展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啊。你想想对不对？他也很冷静地想想，圣贤人的教育没有教给我们竞争，更不可能有斗争。圣人教育，世间所有一切宗教经典都说啊，教我们忍让。叫我们以爱心呢帮助别人呢，甚至是爱你的仇敌。这样才能够达到和平，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冷战热战，你们现在觉悟了，收不到效果。这一位教授啊，以很诚恳的态度跟我说，他说老法师，你应该跟布什总统见见面。他是美国人，实在讲布什总统也希求世界和平啊，找不到方法。学校举行这个座谈会，有意思来开发这一门的课程，我很赞叹。为什么呢？在全世界所有大学里面还没有这个课程。这个课程是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学校校方告诉我，现在全世界已经有8个学校有这个理念了。想开这个课程。昆士兰大学带头，难得了，真不容易啊！我看了之后，我很感叹地说：“我说我今天到这里来，看到这个世界还有一线光明，还不至于没救。”
啊，经典给我们启发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实实在在讲，一两句经文呢，就能够帮助世人消灾免难了。现在请看经文，第一首啊，毗卢遮那佛，能转正法轮，法界诸国度，如云西周边。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前面两句是总啊，总说，从后面这两句就是法界诸国度起，一直到第九首颂，这是别啊，总别一对呀。幕后第十首啊，是总结。啊，我们先看前面这两句，总说。毗卢遮那佛，能转正法轮。后面呢，就是转正法轮的内容。转正法轮。这个转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教学啊。毗卢遮那佛能以正法教化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众生，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呢？无所不在啊，佛的这一句名号是梵语啊，它的意思翻成中文，遍一切处，我们在这个里头细心去思维呀，遍一切处，所以这个佛是讲的法身佛，啊，是大乘经上讲的性体、性德、性相，啊，性体能生能现，啊，尽虚空变法界是他所现的相分。他能现能生啊，那他怎么样转正法轮呢？所现所变，圣罗万象啊，能所是一，不是二。你要真正在这个里面观察
觉悟了，性相不二啊，理事一如啊，因果交融啊，这就是正法论。事出世间，无量无边的正法都在不言中啊，所以这称之为啊不思议解脱境界。解脱是大自在大圆满，大自在大圆满怎么样证得呢？不思不议，不思是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不议，议是议论，一句话都没有了，尽虚空变法界的性相理事因果，你就全部都通达明了了，你证得了。我们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入不了这个境界啊？很简单，你有思，你有意啊，有思什么？你会胡思乱想，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跟这个现象，你不能随顺现象啊，你跟这个性相背道而驰啊，你怎么能证得呢？啊，你要想证得，你都放下了，这个这里高深莫测啊！我们塑造诸佛菩萨的形象啊，你看他无论是站的像也好，坐的像也好，卧的像也好，你细心观察，你能看出他的心清净，他没有妄想，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告诉你，那是真的。啊，那真正叫大自在大圆满。视线在十法界，教化十法界众生，虽有言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个意思你能懂吗？很有趣味啊。啊，所以他能转正法轮，换一句话说，除毗卢遮那之外呀，没有人能转正法轮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诸师大德了，要想转正法轮，
就跟狮子分训慧光明菩萨一样，要成佛为神。换一句话说，随顺毗卢遮那如来啊，记住，就是随顺发心啊，心体随顺性德，随顺向好啊，自信本具的德能向好，这叫成佛为神啊！啊，你以为怎么成佛为神？佛在哪里呢？佛的威神在哪里呢？经典就是平常要做功夫啊，这个功夫就是要相应的，要齐如这个境界翻开经卷，字字句句是自己心性里面流出来的智慧，心性流出来的就是毗卢遮那佛威神加持。啊，平常做什么功夫呢？做不思议的功夫。六根接触力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言语啊，意念不生啊，学什么呢？学不思议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我们在经上常讲智照啊，天天你心经，心经上观自在菩萨教给你的照见五蕴皆空，智照给诸位说，智没有分别，实有分别啊，所以法相宗啊，教学这个宗旨啊，教人转识成智啊，转识成智怎么个转法呢？就是把分别转变成不分别啊，把执着转变成不执着把一切这个言论妄想转变成没有妄想，没有疑问功夫啊，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要会做这个两句怎么说呢？我就介绍到此地。下面是别说，法界诸国度，如云系周边。下面经文，清凉大师讲啊，赞叹佛的十种教化，这个两句呢